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银河球棒侠传说甜梦星球适用队伍打法攻略。黄泉、佩拉、沙金，星穹铁道 2.2 活动攻略。甜梦星球依旧是三个适用，然后随便带个虚无给黄泉打负面。商店加点方面，把速度和武器伤害点到3。武器初始等级点到3，经验点满，集中强化点到2，冒险策略，出门选等级强化。武器，除了初始的，还推荐带蜡烛、弓、球棒和铸成之志，不要的记得排除一下。先把五种武器填满，然后挑一个升到8级，出传说武器。开始接入之冒险策略，第二次选武器强化。冒险策略，第三次选等级强化。剩下的自动就可以轻松拿满，试完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本机时间了。感觉还是崩好用啊，都看到这里了，点个免费的赞本，负责爱哭。暮月终将落翔，身影俱逆，影度徘徊，任务失败。拜拜。